啊，嗯，啊，回来了，他们太会回来了，你们，你们是卡点回来的是吗？咋样啊？咋样啊？咋样啊？啊，不行了，哥哥，你不知道，受苦了，受苦了，赢的，赢的，干啥了？我的手泡的，我一直洗没停过，就以后大家去洗头发。对发型是会压到他给那么难吗？真的很难。现在咋吃上了？现在给自己叫外卖了？把顾客的外卖吃了呀？怎么吃着外卖来的这俩人？闭嘴！你们知道多辛苦吗？这两位辅警是这两位游泳救生员。我给你俩倒杯水，我给你俩倒杯水。他们刚回来也很辛苦。绝对没我们俩。不是，你看我的手都洗的都这样了。你看我的心都是裂痕。这俩人情绪贼大，是。那头发为啥会湿呢？啊！给给给给给给。我们已经达到一般食堂的水平了。我俩现在只想做饭。煎至两面金黄，变色。那个盘里的那个蒜苗给我。现在放一点海天蚝油。成哥，这个海天蚝油挤几瓶，它特别好，因为它是可以正着放，可以倒着放，想用多少你挤多少，就算就只剩一点点了，它也可以很轻松的挤出来。挤挤挤挤挤挤挤，先生挤。哎，对，正好，特好。好香啊，这个锅包肉。这是啥锅包肉？不是这个回锅肉哦，而且它颜色也很好看。那个用了海天蚝油，太满了。哇，这么香，贼好吃。来碗汤，来碗汤，来碗汤。我俩去送第一单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我那个车骑到门口没电了，我就跟着在后面跑，跑到楼下，他说你拿外卖了吗？我说没拿呀，又跑回去。你俩送外卖没带外卖？你好，忘了给你带外卖了。只能给你送一份祝福了。你们要去干嘛还不知道是吗？只有电话，只有电话跟地址。这个服务行业还是很辛苦的，这四位朋友做好心理准备。我最后弄了多少星？就五个。我俩加一起五颗星，为啥呀？没为啥，就不平啊，就哦，他们不打是吧？还哦，没有那么，大家都没有那个意识。哎呀，在外边服务别人一天啊，回来终于享受被人服务的感觉了，还尝到了用海天蚝油做的菜，真的好鲜，嗯，真鲜。哎，歇了，舒服，确实累是吧？确实。哎呦，主要是心累。他们也是，而且他们给人洗头也让人一顿卷，是吧？光是来洗个头。大家都辛苦了，然后这个做饭的朋友们也辛苦了，准备出去吧。好嘞。真是做牛做马又做饭，太累了吧。果然是快递超市，这边就是很多货架，上面都贴着几杠几，有比较多的件需要你们处理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需要送货上门的，你可以帮我送。好，没问题。这个小姐姐可以留在店里帮我。可以。啊，我要拖着这个推车啊。加油，成哥。好嘞。这有点重耶。成哥小个儿拉着个小车就走进了雾里。你好，好，走，我们去给他取家长。在这边四号货架，这是四，往后面就五，这儿叫猴，好，对，可以的话就帮忙给按一下。
常满意。谢谢。那你再帮我切。没事，5-7-2-0-1是吧？没问题。5-7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，拜拜拜拜。你好。2-2-0-1，给，谢谢。2-3-2-2-0。10-1-2-2-0-1。谢谢，谢谢。就评价一下。可以了，谢谢。你好，2-0-0-3，好嘞。这个工作干得有点机械了，还是挺累的。007，好像是二。我感觉我老走神儿。闪位第一碗，直往哪里去啊？哎，你好，你知道闪位第一碗在哪里吗？在这个外圈，在外圈。好，我去。在外面那一圈，不在这个街上是吧？不在这个里面，在外圈。我去外圈找一找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闪位第一碗，糟糕，有可能走错了。哎呦，我要绕着这里一大圈啊，也忘了使用导航这一工具。咱们是服务员是吧？对对对，咱们每个桌子上面吧都有桌号的，外面这一小片这个区域，就是咱们外面的所有黄色的座位吧，都是您的，都是咱们家的。哎呦，让我辨认一下什么是黄颜色。慌啊！然后你负责这一片区域，这样的话咱们就开始工作。好嘞，好，加油。好，那我们努力吧。会点菜吗？我不太会。没事，你会写字吧？我当然我会。可是我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会写一些那个。没事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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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吃点啥？要一个那个猪肝炒。稍等啊。再来个白灼虾，然后一个葱丝。汤。一点点辣。微辣啊。微辣。辣我都不会写了。辣啊！姐，我写的你能看明白吗？你看你能看明白？撑都看明白了，撑都不用写，那叫一撑叫倒写。哦，好嘞啊！我好愚蠢啊！大哥，您是要加酒吗？你帮我把那个退了。好嘞。然后给我换这个。哎，换一瓶，您要凉的不凉的？不凉的，常温。好嘞。哎，大哥。听着，哎，别客气。你好，几位的？四位。姐，楼上去了四位，是不是跟谁说一声？你拿着加了他呢，你上去给他点菜吧。我可真点菜不行，我点菜点不利索。你会写字吧？啊。你还得听啊。哎，大哥，来。哎，大哥，能点。哎。10块钱3条的，10块钱3条啊，弄2条不辣的，弄2条不辣的啊，豆皮儿10块钱一板，来2板，哎，10块钱板来2板，哎，然后牛肚，哎，来2板，哎，对吧？哥，你等会儿忘了，你稍等一下，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叫一个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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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我得要个本儿，而且那个大哥比较不高兴，看哪个人你先去一下，平复一下情绪，别耽误你正经买卖。行，不好意思，大哥给您叫着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不好干，真是不好干呀、啊，姐，这慌啊，慌啊，姐呀、啊，第一个蒜泥黄瓜已经打了，点过了，要催一下，楼上行吗，姐？行，来来来，哎，姐，哪个是一厂的青岛？这就是一厂，这就是一厂的，好嘞，谢谢啊。姐，你给我打个原浆。哎，好嘞，没问题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姐，外食要一杯扎啤。再来一壶。两个，姐。哎，我们点的扇贝呢，快点。哦，马上马上。姐，外边四，他有个扇贝一直在催。姐，外边7号来个那个蒜泥黄瓜。姐，你外边5号要2份花生，还给好了吗，姐？给他快点吧，姐，催好几趟了。姐，这怎么打？我能自己弄吗？姐，这盘搁哪儿？姐，这是哪桌的？姐，所有的都要收进来吗？姐，这个放哪儿啊？姐，我有一个问题。我好愚蠢啊，这个好多知识跟不上啊。对，你知道青岛还有一厂二厂的区别吗？我看菜单了。太崩溃了。一厂比二厂贵2块钱。是吗？对。
要不咱俩喝啤酒去吧。对呀、啊，你最消费友了。我看着太馋了。201撤单，201撤单啊！杰哥要给我们派活了。但凡烧烤好看一点，我早回家干烧烤去。是不是没有人给我们打分是吧？因为大家吃饭也没有打分的习惯，好像。太累了，不好干。哎呀，终于回来了！回来了，还是这里好呀！我在这里，我是厨师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您咋样了？哎，估计累够呛，太累了。那咱那啥吧，咱先那个数值，一起数值吧。